任何时间，任何地点，超级侦探，认真办案，有我超级侦探在，谁都别想浪费。小野，你怎么不关水龙头呀？这能浪费多少水呀？当然是我玩得开心更重要。小野，你太过分了，超级侦探，我要罚你一个月不许洗澡，超级罚单五天。啊，什么？不要啊。好多零食呀，我吃，喵喵喵。哎呦，吃不下了，我就全部都倒掉。什么？超级侦探，超级罚单五天，你这么浪费食物，罚你一周不许吃饭，不吃就不吃，我才不饿呢。凯莉，快帮我们解除罚单吧，你们真的知道错了吗？我再也不浪费水了，真的好想洗澡呀。我再也不浪费食物了，我真的好饿呀。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好吧。小朋友们，可千万不要学他们浪费哦，小心我给你们贴超级罚单哦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